对了，千里，房间外面似乎有些动静，你要不要起来瞧瞧？难不成我家阿丑还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嗯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没等凤玄度回答，院子外面便传来一阵吱吱嘎嘎嗡嗡的喧哗声。以前他是听不懂的，可正式契约了朱颜之后，成为了正规的灵宠师，再来听这些叫声便没什么障碍了。我能给主人做冰沙，会给主人做冰淇淋，还能够开发各种甜点冷饮。狗子，你能干什么？我是主人唯一一只契约神兽。嘎嘎，我们能给主人带来欢乐，成为主人的开心果，还能掐脖锁喉虐渣男。狗子，你能干什么？我是主人唯一一只契约神兽。赤妖毒蜂快速扇动着翅膀。嗡嗡，我们能给主人酿蜂蜜，能帮主人打坏人，别管是正面强攻还是暗中偷袭，都擅长得很。狗子，你能干什么？我契约神兽。朱颜得意洋洋。虽然我怂怂的不敢打，但是我还不能说吗？玉，开盆吧。这这宣说幻境。嗡嗡，毒刺侵袭。啪啪啪，来自于不会出声的小粉抽打狗子的声音。主人，快来救救狗子。算了，这糟心狗子大概是没救了，生了吧。让他们继续在外面闹吧，不必理会。